橫瀾番咧係局部橫發，橫完一片又一片。咁我哋先橫主要嘅瀾番，哦，橫嘅時候咧，先加中間色，跟住淺嘅地方用清水拖開，再加深色嘅地方。即係每一個步驟咧都係接近係咁樣噶啦。咁咧，總之每一片花瓣咧都有深有淺啊，將佢變化豐富啲。咁我哋畫多主角嘅花，主要嘅花先，跟住乾咗一片先至畫一片。如果未乾咧，要等佢乾，間開間開畫啊，畫開而家可以畫其他嘅地方，唔好俾佢黐埋一齊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化埋一齊。當我們畫到細節的地方要很小心，我們要起稿的時候要起到很精細，要將邊緣線花分邊緣線和轉接線，邊緣的線要扭曲一點、彎曲一點，要很精細畫準一點，不要破破爛爛畫到，但要變化很多。當我們畫完一個邊緣線的時候呢，深色位置的時候呢，用清水拖開啊，給這個花呢有少少立體的效果。每一個步驟呢盡量畫到似完成的效果，如果畫不到才分兩次畫，分三次畫。受光面是很淺色的啊，一面是深色的，要有變化。畫完一個部分，再畫另外一個部分，啊，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去畫。咁畫到半乾嘅時候咧，加翻啲皺紋先，啊，個花咧有啲皺紋嘅，啊，半乾嘅時候加上去，佢就冇咁化啦，化少少，啊，就唔係化好多。這個水分咧要控制得好恰當。
哋橫到一個部分，再橫另外一部分。我哋要將嗰個花咧分開淺色、中間色、深色，同埋啲再深色蠟皮嘅地方。咁蠟皮嘅地方咧，我哋可以加重色啲，加翻有少許嘅紫色嚇，俾佢更加鮮明嘅。更加反差出鮮明的部分，將深色加重了，咁先至可以反差出鮮色的部分。當我哋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去畫嘅時候咧，都要注重佢嘅整體嘅明暗色調啊，明暗變化有深有淺，花咧有啲係深位，但係深位咧都要分好多層，有啲深位咧係花嘅中間部分咧就要畫到鮮色啲，花嘅邊緣部分嘅深位咧可以畫到紫色啲、冷色啲。當我哋花畫到唔知道點畫嘅時候咧，等佢乾透先，跟住可以畫部分嘅葉啦。葉點畫咧？用草綠嗱，葉咧唔可以用純綠喎。嗱，50%嘅藍色，50%嘅黃色溝出嚟嘅咧，叫做純綠啊。呢種純嘅綠咧，就唔可以應用喺植物呢度，所以咧畫花咧要用草綠去畫。草綠畫咗一個部分，俾佢濕化，濕化翻啲，跟住酸化嘅效果由明暗變化。咁如果係有啲地方畫唔到咧，就要等佢第二次先加深明暗變化，盡量係一次過去畫好啲。相對嚟講，所有嘅草係深色過花，因為花係比較嫩啲噶嘛，顏色嬌嫩啲嘅，所以咧花冇加得太重，葉就要加得重啲啦。
當我們畫到一半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再起稿。我起稿通常不會畫完100%，先畫主要的花，跟住畫咗顏色，再起其他次要的花。哦，咁而家咧呢個咧係屬於次要嘅花啦，就喺邊緣呢邊。咁呢個花嘅顏色咧都好靚嘅，有少少粉紫、粉紅，仲有黃色嘅效果，黃色嘅花配搭得好靚。哦，咁咧呢個色咧，我哋盡量保持有變化，有深淺變化，顏色要鮮明透明。半乾的時候又點住翻啲陰影皺紋線，啊，俾佢豐富翻啲。嗱，而家可以畫黃色花嘅部分。黃色咧本身係好豐富嘅顏色啊，每一種花咧你都要想像佢豐富嘅顏色，有色相變化。例如黃色嘅陰影咧係橙色，甚至係紅色。手光面咧係檸檬黃，啊，變化要多啲，豐富啲。蘭花的顏色本身是很變化很多，啊，我們畫的時候要畫花要保持鮮明，啊，每個顏色都要鮮明。我這個紅紫色的地方呢用了一個叫做桃紅色，就叫做歌劇紅 Opera，啊，那個紅色呢特別鮮明一點，你們要當特殊色去購買了，啊，有些地方是紫色，啊，鮮少少嘅紫色，俾佢自然酸化，係俾佢自己酸化，哦，俾佢豐富翻呢個效果。Thank you.
跟住我哋開始畫葉咯喎，葉咧都有好豐富嘅顏色。我哋點樣畫葉咧？先畫前邊嘅葉，跟住咧再畫前邊嘅樹幹啊，即係呢個花嘅呢啲幹啊。咁咧畫完之後，再起後邊中間後邊嘅啲花同埋葉啊，所以一層一層加上去。咁我哋通常畫水彩畫咧，先畫主角，先畫前面嘅葉同埋花啊，跟住後面咧慢慢穿插，慢慢加粗、加混濁少少嘅顏色。嗱，每一種綠色咧都應該有各有各嘅不同嘅變化啊。咁我哋要密切注意啲花嘅啲葉啊呢啲。色彩的變化啦，同埋有啲地方咧係可以想像嘅，加鮮色啲，特別啲，但係呢個葉啊、草啊，無論如何咧，好少用到純綠啊，即係50%嘅藍，50%嘅檸檬黃，溝埋嘅純綠，好少用到，大多數用草綠。我哋畫嗰個蘭花嘅時候咧，有個秘笈。我哋將花咧分為前、中、後，樹枝、葉都係前、中、後。先畫前邊，後畫中間。中間嘅葉咧係穿插。前面嘅葉咧係一個完整嘅葉，後邊嘅葉咧，中間嘅葉咧係穿插喺前邊，有一半係入咗去。後面的看不到的，咁再後面咧更加多的地方咧，就喺嗰個蠟筆呢度咧穿插出嚟。咁樣呢個前中後嘅葉咧，就豐富咗嗰個畫面嘅嗰個構圖啦。植物咧就係要穿插，前後要穿插，咁樣咧先至夠豐富啊。咁咧先至夠茂盛啊！咁葉花同埋樹枝啊、梗啊，都係有分前中後嘅。佢哋向住我哋背住我哋側，向左向右啊，有前中前後左右之分。所以咧，冇全部花咧，葉咧都向住我哋正面啊，正面嘅葉就唔係好啱啦。有啲一半，有啲係破爛咗。要豐富啊！咁我哋畫完第一層嘅葉咧，係鮮色，比較綠色嘅啊。後邊啲葉咧，有啲係陰影多啲，有啲係混濁少少嘅色啊，淡化啲。咁我哋嗰個葉同花之間嘅穿插同埋不規則嘅地方咧，我哋要刻意將佢。表現出嚟啊，豐富嘅顏色，豐富佢嘅穿插，植物嘅穿插，咁樣咧更加有美感。有啲構圖咧係比較平嘅，所以我哋起稿嘅時候咧，要將佢誇張少少，俾佢穿插得比較得
得意啲、離奇啲，冇睇過平啊！啊，例如幾個依個花，成個圈圈咧都係好圓嘅，咁咧就冇咁太平淡啦，就要將佢畫到某些花特別特別啲，有啲花特別凹咗入去啊！咁我哋穿插之後咧，又後邊有幾個樹，這個葉咧加深啲、重啲啊！我哋畫到好接近完成嘅時候，我哋又調整啊，調整佢嘅花葉嘅前後關係，後邊嘅葉咧加重啲，再跟住咧仲有再後邊嘅葉噃，呢啲再後邊嘅葉咧就係同畫背景嘅時候一齊去用濕畫法去畫，俾佢有啲酸化嘅效果。咁當我哋畫完之後咧，成張畫畫完之後咧，後邊嘅花、後邊嘅葉咧，同背景濕嘅時候一次過畫，俾佢酸化啊！當我哋全部畫好之後咧，就去調整嗰個前後關係啦啊！後邊嘅花要更加酸化。咁而家咧有好多主角嘅地方咧都未畫好，咁我咧就慢慢去畫啲主要嘅地方。有啲好白嘅地方咧，系受光面啊，即系最光嘅地方。咁我咧系用好淡嘅颜色，好鲜明嘅方法去表现。咁水彩画咧要留浅不留深，深嘅地方咧越加越深，浅嘅地方咧又要留翻咯。如果系加深咗咧，好难改得翻浅嘅。所以呢个系留浅不留深啊。咁油画就唔同，油画系越近咧越淺色、啊、可以冚嚟冚去，咁呢個係油畫嘅一個特點、啊、好啦，我哋畫到咁上下之後咧，慢慢調整、啊、做個調整。嗱、啊，記住、哦、每一片花瓣咧都有少少唔同，都有少少變化，千祈唔好千篇一律。這個蘭花我不知道什麼名字，是很有趣的，跟普通的蘭花不同。那呢、我整個練習呢是畫了大約是四個小時左右、啊、那是、你們如果要畫呢可以慢慢畫、啊、那這個顏色呢是盡量呢前面主角呢鮮明一點，後面可以加重一點、啊、加重一點。那這個最後呢調整，跟住就畫背景啦。
背景咧係我將佢宣化起先咧，用濕嘅方法咧畫咗部分，跟住點翻啲顏色嚇，俾佢自己去化。咁背景咧都有葉有花，俾佢朦朧喐，好似有好似冇咁樣，自己點樣變到咩效果咧就咩效果啦。咁呢個練習咧係畫水彩畫花嘅高班少少嘅程度。咁我哋咧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去寫生，多謝大家。